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秘书长啊，交代讲，伊的时间要叫我各大家见面一摆，所以我开的科目、开的课，迄阵啊，认为讲无可能甲大家见面，所以我迄阵啊有做一个广告时间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咱啊有受过高级班的，拢有可能当个国手去遐，大家斗拍拼啊！那斗拍拼啦，一定讲爱这个服装啦。我甲大家讲过啊，我阁强调一摆啦，这是咱的服装，因为安怎呢？咱去分宣传单，一只车在咧走，啊，咱对着车伫安尼边啊咧分，去到路上啦。遐个人讲安怎讲？讲，这无共款呢，拢穿西装在咧分宣传单呢。啊，实际上，咱就是政府啊，甲迄、那个啊，什么党一定无共款嘛。所以，爱予大家我爱了解，拢爱买最少你爱买一顶帽啊。啊，你若有西装，你会使去。你会使去，即马迄个叫做真济，我所了解啦，真济啊，迄个大卖场啊，我有咧卖西装啦，但是伊无两领裤啦，啊，伊就是讲一丝啦吼。啊，一丝我差不多4000多块，啊，咱是啊，一丝两领裤5000块啦。安尼大家有法度那方便去遐穿，啊，穿那下一定正乌的啦，哦，乌色的，你袂使浅色的哦。哦、一定黑色的，你若穿浅色的，你要过去日本啊，你爱过去买一束，啊无歹势，袂使去参加的。因为咱出去都代表政府，哦啊、所以爱甲大家讲好清楚，啊，这就是一定有这个徽章，啊，有这个徽章。好、哦、啊，安尼就是咱的标准的服装啦。啊，因为时间足宝贵的，咱要阁甲大家这三天来重要的代志，阁要复习一摆，予大家了解一下。好、哦，即马啊，就是甲你讲。咱来遮足难得的，因为有恁的参加，才会成功啦，对唔对啊？好、嗯哦、啊，我简单过一摆啊，台南啊，伫附近的。拢爱来斗三工，吼、哦！因为
你若住伫台南附近呢，因为咱我有创一个啥，你知影无？做一个记录呢，有个人唔知影，讲啊，转来收分了，啊，就伫厝内咧等，讲看有法度好派人要做官无？无安尼啦，咱那伫遐啊，咱拢有这个啊演讲的时间。你演讲的时间啊，你一定爱带朋友来，拢有签到呢。遐拢有设签到的所在呢。啊，你来几工？你对民政府贡献偌济？啊，阿伯啊，你投入较济，秘书长讲安尼官位排较大嘞。啊，这那是事实啦，因为你有投入，啊，官位当然排较大嘞嘛。啊，你那啊无什么投入，伊讲啊，无得里长啦、林长啦，所以大家我爱。哦，了解好，因为我无讲出来，大家唔知啊嘛，是唔是？啊，我讲出来，予大家较清楚。哦，啊，咱啊，即嘛，啊，我看吼，咱这足清楚啦吼。啊，我看，诶，咱先来放一个啊。拜托，咱迄个叫做啊，来，这个甲放出来，予大家了解一下。这个影片啊，是三立来咱家采访的，刚刚。放一摆尔啦，无声吼，安尼迄个叫做，咱也惊讲，应该事先应该我会使从咱的迄个网络啊抓出来，咱的叫做啊。台湾民政府的官网抓出来哪一些啊？网路抓出来哪一些？应该啊，无都爱请咱副宣传单报纸广告。好，安尼可能会使了吧？今天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，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，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采内阁制，发下豪语，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言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
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六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、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两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好，安尼咱大家我有看到啊。我就是要甲三立讲，吼、哦，你的报道不实啦，是安那不实？伊讲咱啊，这个家己制作的啊，怎台湾政府新闻证啦？实际上，咱这张新闻证是美国制作啊，咱。这从咱各州收来，送来中央，然后中央啊送去美国，美国做好寄回来啊。咱有当时啊寄来啊 CIA 寄回来了后，叫咱去领，啊，这都是事实。啊，这是事实，美国制造，好、哦、啊，这爱予大家知影。有个人啊，我哪会要强调这個？有个人讲，人遐哪咧发新闻证500块尔啦。有个遐个人讲啊，遐哪咧发新闻证300块尔啦。所以，迄就是国民党。外围人啦、啊，要甲咱时间扣较慢的啦，所以咱本土台湾人足悲哀的。大家要做努力，要安排啊，所以大家爱较拍拼的，吼、哦，一定爱较拍拼的。吼、哦、拜托吼、哦，啊，咱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、哦，啊，我叫出来，予大家看一下都好。因为迄阵啊，高沙族啊，伊这是部落呢，根本这毋是啊做清朝的土地，伊也割予咱呢，割予日本天皇啊。吼、哦、啊，这个。这个是迄阵啊，1683年的地图啊，台湾府啊行政区的地图啦。啊，这哪足清楚啊？过来，骗很大，啊那骗很大，啊，伊这是连襟的，伊是代表。年轻来接收呢，啊，接收都唔走啊！伊讲啊，恁是啊，光复节啦，恁家拢光复啦。迄阵啊，甲咱讲啊啦，咱是同胞啦，啊，即马啊，光复了啦，啊，你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啦，还足奇怪。我叫阮老母讲叫较正，叫阮老爸讲叫学多上，啊，甲讲你是中国人，迄足奇怪啊！迄阵啊，日本时代的人生的囝，啊，讲是中国人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啊。咱爱了解，啊！伊是安那
伊阵啊惊嘛，安怎惊？讲来惊歹通知啦，来骗这个哦，做啥？啊，台湾人啦，啊，日本留落来这个人啦，讲恁拢是中国人。哦，啊，当然这个我看。我不要再说，这我看大家也很清楚，我去日本，这个鸡啊，这个鸡啊，用一个风箱呢，两盖都入去呢，这样就表示什么？有的说啊，这是啊，做什么？那个做啊，旅行团的鸡啊啦。旅行团的旗啊，无一支牙入去啊，干那咱一支啊，甲一支牙伫里面尔啦。这可能有诶，我较唔知。这迄阵啊，伊也未做总啊，伊这是2009年12月，12号的时啊，透过美国，伊讲要来买台湾啦。迄阵啊，日本的外务省买个安排嘛，伊才跟，伊讲你要见天皇啊，半年前都要安排啊，伊才拜托美国啊安排，啊就美国个安排，去甲天皇讲啊，伊现在中国靠钱啊啦，啊要来买台湾啦。啊，这就是足清楚。这伫北京呢，北京举行的呢，吼、哦，讲啊，日中韩首脑，迄就是高啊高峰会议啦。啊，伊迄阵啊，因为这个首相啊，咱入去了后，咱入去天皇了后，伊才。清醒呢，才了解呢，伊才敢讲，尖阁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啦。啊，美国国务院哪呢讲啊？吼，即马日本有管辖权。啊，这个固有领土是啥？伊袂讲啊，这是都、就是日本天皇啊。啊，这个让大家了解，这句是什么？车轮牌。啊，伊那个就职典礼讲换这句啊啦。大家有清楚无？伊甲美国讲，我若要来做民政府啦，美国讲。啊！依照国际法、战争法，你都啊，你都未使啊，不可以就地合法啦！你一定要登个您的土地，吼、哦，金门、马祖啊，起码创一个平潭岛啊，这就是讲会了解嘛，吼、哦，共军啊。国军、共军就是中国军，啊，这是安怎？美军啊，伊这我报告一概念讲，美军啊，30年来啊，啊，第七舰队官兵来台湾啦、啊。实际上，拢是啥物？根本都无离开台湾。迄、那个咱台湾迄、那个做啊中线。拢美国咧甲咱顾啦，啊，美国甲中国讲好啊，惊遮个若无爱留到台湾的流亡，遮个难民啊四处乱闯，惊伊若影响到因个啥，去跟。闹革命，因为他讲莫内修，所以讲
啊，你拢来住到遮，我较好管啦。啊，来平潭岛啦，讲两岸共同管理啊，共同开发啦，这个所在啦。这不是我咧讲的呢，福州新闻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吼、哦，啊，都无法度吼、哦，啊，甲大家讲足济咧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引狼入室啊，拖啊掉病台啦，伊这就是安尼，好啊，啊无因为大家吼、哦，也未翕相诶，拜托各位去翕相。因为你那无翕相，阿伯啊，美国讲，诶、欸、啊，倒几个来点点啊，安内有诶无伫遐，啊，所以要去翕相以前啊，拜托这个迄、那个椅啊拢压起来吼，啊，无咱赶紧来翕相，因为咱话较慢五分啊吼，谢谢。来，各位学员先暂停一下哦，咱先等下哦，咱先行一下。啊！大家好，安车起哩，行哩。啊，这麻烦大家好，安将椅啊下咧桌顶吼，将椅啊下咧桌顶。啊，若还袂翕相的吼，等下紧落去到后一批做翕相。啊，高雄州的同心，都高雄州的同心，请注意吼、哦，咱的证书吼，爱倒去高雄总部翠华路领哈。高雄州的同心，咱的证书爱倒去高雄州翠华路的总部领哦，谢谢。